是开车经过，然后看到他写台湾茶，然后我就想说来试喝看看，结果一喝觉得哎，他们的茶会回甘。我如果不方便过来，我会请他们外送啊，因为他们的茶就是即使是隔夜或是隔两三天喝起来都是跟现泡的一样，所以我会一次叫很多。我觉得饮料店就是要求是第一次喝一定要让我觉得惊艳或好喝，因为它市面上饮料店很多，如果第一次喝到觉得不好喝的话，其实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然后他们是每一次我来都觉得每一次每一款都很惊艳到的。我们改善了传统热泡容易会苦涩的口感，那也提升了说你如果单就冷水泡茶，短时间无法让茶叶顺利舒展带出茶香的问题，那透过我们的技术可以让茶汤保留茶多酚而茶素啊，减低释放茶碱茶单宁，就是会造成苦涩口感的那些物质的释放。自己制冰熬蔗糖，也使用台湾本土产的紫米、芋头等食材，开发养生特调饮品。紫云茶的制作就是只有紫米下去熬煮之后，透过我们的冷泡机器去进行急速降温，那出来的茶汤就像您在喝纯茶一样，很顺口，带着淡淡的紫米香。芋泥的话会添粉，那粉就是增加我们的热量啊。其实它没有对我们有营养上的帮助，那反而你刨丝增加饱足感，也比较有嚼感。其实像它那个杏仁可可是新出来的嘛，然后我喝了就是我很怕胖，但是它的杏仁可可我不加糖之后，我觉得口感非常顺，然后可以让我有幸福感。夫妻俩不眠不休投入新鲜茶饮的制作，研发出纯茶回甘不苦涩的口感，提供产品客制化的搭配，就是希望以平时的价格满足客人的口腹之欲，让大家品尝到这一杯一杯无法用三言两语形容的手作茶饮。